想赢得爱情，姑娘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可以靠个人魅力。谁对自己的锁骨特别有信心的？都有信心。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。或者凭一片真诚。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见证缘来缘去。看到有人爆灯，我就没有勇气给他留灯。众里寻他，终会找到最佳伴侣。原来非诚勿扰。星期四晚9点，108台 Now Jelly。